剛才看到我就在 Chicago 的現在，所以這個星期就在 Chicago 跟大家講這五位明星了。他襯得不好就是他襯這個高腰的直身的一個開叉的一條白色的裙，但是高腰來講呢，還有這麼顯現 waistline 的裙或者衣服呢，其實他是不應該穿這些的，將他較為肥胖的身形呢顯得更加大份和更加肥胖的。今次講我要讚一下他呢，就是他的顏色那方面的配搭，他整身粉綠色啊、白色啊，襯 tan color 來講，這些是一些 pastel 的 color， 非常之深啦，非常之好看。他襯這件白色的 metallic 的 cream white 的一個 blazer，如果他不穿這件西裝褸的話，他本身的 T-shirt、牛仔褲、鞋來說都是很 casual 的，也都很 trendy， 但是相對來說就比較 formal。 主要因為他要不他就換件恤衫，或者呢就換一對就是 dress 一點的鞋的話，甚至一條好一點的牛仔褲，顯露他身形，但又不會說太過 too much 的。我看他是非常 feminine， 也都 once again 他是 very very elegant 的，咁個顏色亦都好靚啦，襯得佢個膚色亦都好好睇，再襯一對呢好簡單嘅 silver 嘅一對 high heels 嚟講啦，呢個 combination 係揀得唔錯嘅。斯人呢好似佢咁呢已經加過係 tie 嘅 knit top 啦，長袖嘅，咁但係呢佢再加上呢裏面呢喺個心口嗰度仲要穿多一件背心嘅，咁如果你真係咁驚嘅話，咁點解要揀呢條裙呢？而且呢條裙嚟講呢，佢黑色底啦，再襯呢個 high purple 嚟講呢，其實兩隻色嚟講就唔係好夾㗎。咁而家佢咁樣穿法再襯對黑色嘅高踭鞋嘅話呢，大家望到啦就覺得顯得佢好老啊。Lace 嚟講咧就有少少 too much 啊，咁所以變咗咧又有少少怪啦。佢咁樣著法咧就顯唔到佢嘅身形啦，咁所以顯得佢有少少好似好 loose 啊、好亂啊咁嘅感覺啦。咁講真，佢成身嚟講都係較為 spring and summer 嘅 feel 噶，咁但係呢對 boots 嚟講咧就係 winter boots 嚟。